为了要来关怀社会边缘弱势民众，有慈善团体伫玻璃顶举办关怀弱势物资发放活动。这个活动是为银行专家伫公所广场发放爱心物资，关怀80多个弱势边缘户，配合活动举办，玻璃顶公所嘛举办，是结果顶顶拢在送推广，免费送互遮民众来享用。财团法人青色慈善会伫玻璃顶拢个定期来举办爱心物资发放活动，原本伫台中市兴盛。后来扩大范围到苗栗、彰化、南投县。阮就是去做急难救助吼，有当时啊钱予人，人伊摕后背用，啊所以感觉确实用食物来帮助吼，确实用。啊所以讲就成立，伫88年啊就成立这个食物银行，啊来发放着食只食照顾吼。啊真正是拢春夏秋冬拢有，咱即马吼是以三大节吼切开。啊！伊平常时来发予人较需要的时，啊，发予大家用较会着。慈善会启动行动食物银行专车，并且发动真侪志工来倒卡手，依照家户人数的减少来决定发放物资的数量。玻璃顶长颁发感谢状，感谢慈善团体长年来的帮助。来，感恩。来，拜拜，吉平安哦！来，等我来，来，一二三。这今天拢总有80户吼，直接发放，伊阁分为 A、B、C 三组吼。A 组就是规个家庭较侪人吼，啊 B 组就是较中中啊吼，啊 C 组就是讲独居啦，还是讲啊两个阿公阿嬷这款的吼。啊，我想这足好个，就是讲，其实即马咱个社会吼有需要救济帮忙个足济吼，直接嘛希望讲咱社会各界吼，尤其是咱公司行号啦吼。啊，来当来回馈地方吼，啊来做即种的回馈，我感觉足有意义的吼。另外配合爱心活动的举办，玻璃顶公所毛世界挂顶农特产品的推广，免费来送给民众享用，送完为止。而且今仔日吼，啊咱玻璃的这个名产，这个百香果，我今仔日毛底啊吼。啊，从试吃品尝，就是讲啊，咱嘛伫咱的这个立法院吼，咱的农特产，咱保利嘛提百香果，甲提咱的这个烤饼笋，啊去啊试，红试食，啊去啊做一个这个行销吼，咱保利上好的优质的农产品，啊会当行销出嚟安尼。青色慈善会平时热心公益，除了爱心物资的发放，嘛有去办急难救助，相信伫国家爱心关怀之下，和社会变恩作群，感受到大家温暖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